近日，邓紫棋现身深圳宝安机场，人气旺盛的她更是遭到众多粉丝围堵，一路跟拍。照片中，邓紫棋头戴棒球帽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显得格外的美丽，白色的皮肤衬托着淡淡桃红色的嘴唇，俊美突出的五官更是气宇轩昂，身着灰色紧身上衣，大袖蛮腰露出雪白的皮肤，显得上围更加丰满，搭配黑色休闲裤和白色板鞋，既美丽衬身又色彩柔和，这样的邓紫棋真是又美丽又帅气，再加上她那魔鬼一般的身材，真的太令人着迷了。